补充 B 群或者是含 B 群的提神饮料，可以活力充沛。那不得了，那一瓶的这个所谓的机能性饮料或者提神饮料呢，相当于15罐可口可乐咖啡因的量。啊，食物加了美乃滋比较不容易腐败。美乃滋为什么能够抑制一些微生物的生长？是因为里面有加一些防腐剂，也有加酸。邀请您一起参加5G健康同学会。